早安，好热。Hello， 纹身，没有神，肺要吼吼吼。李晨 ，Hello， 阿雄 ，Hello， 七月 ，Hello， 方推 ，Hello， 林彻雪 ，Hello。我刚刚吃饭七次，发现时间不够，然后就冲上来了，好热。午安，现在有吗？有给，但是我还没归。秋日红台中苍苍，我是 TX， 继续吃好，请去约会的人要请叫出来。我跟你们说 ，always 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是我帮对方拍的很漂亮，但对方帮我拍的很，一言难尽。我努力修复一下。等我一下哦，喂，等我一下，突然一片漆黑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知道回到台中就没有带什么衣服嘛，然后呢就是穿的有点随便，你以为你瞎了，你瞎了，可是台中有吗？没有，现在就是猫不过来找我。我刚刚就是吃饭吃一吃，然后他们两个睡觉睡起来了，然后就喵我，就说要喂他们鱼吃。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有一个鱼头的尸体，上面全都是蚂蚁，我就好 ，Hello 喜多斯好，谢谢小雪，谢谢小仙送一封信，选 Hello 大家。小小，我很敢，我很敢，对。Hello， 谢谢冰雪送的守护金月亮。今天好热，拜拜蔡宠。为什么今天拜拜？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午餐吃吗？快吃完了，早安喜多，救命！救命！好脚，为什么救命？你说那个蚂蚁那个吗？你也想撸偷啦，不行。小易 ，Hello， 包子 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，今天端午节，今天端午是今天啊，还没粘毛吗？你说我身上都是毛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抱了一下猫咪，就这样。今天爸爸妈妈去那个了，去采芒果了，然后因为他们很早就出门，所以我就说我不要去。天哪，我最近真的好圆哦！我今天早上量一下体重，我就发现我胖了2公斤了。有人进来了，为什么不一起去？因为我觉得4点要起床实在是太痛苦了，看得出我还胖了。谢谢非常刚好的体重吧，不，我觉得已经不太妙了。最近过得很幸福，最近吃太好了，4点起床你才刚睡。你今天怎么都童颜？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。生涯巅峰，你现在脸颊肉肉是巅峰吗？他对，他是我最胖的时候，现在是我人生最胖的时候。我是偷开瘦的，对啊，
有感觉吗？怎么办？我的脸好圆哦！我这圆。我今天都没开，我今天都没开、欸，那个泡菜一直很卡，卡喉咙。好圆，圆真可爱啊！新嘟嘴，新嘟嘴，新嘟嘴是什么？短一短一点，真是有点不太妙哎、欸。嗨，先生，那个，这里是车上那台东西。那个先生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瘦啊？我有点想瘦哎、欸。刚开冷气吧，我已经开了。刚刚好七十，你说现在吗？可是，我开瘦点吗？我现在有哦。可以捏吗？不行，完了吧。我今天一早收到我的成绩，我也是讲的，我也是先发自内心的说完了这一句是，我拍几趴不告诉你，但没有超过50。唉，要暑休了吗？刚也请假又要飞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现实更远吗？现实吗？各种层面，现在，哎、欸，我不行，我开一下啦。跟其他相反的机会，没有，就是个位数，大概不超过，不要我不要讲，但就是我觉得，怎么会？怎么会被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没有在念，是我的问题。我画个眉毛，个位数没有，我没有超过5啦，也没有，就是你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。Why me？ 就是，但我觉得老师给我分数也很高了，但就是没有过这样子。你有被当很意外吗？很不意外，就跟我想象的科目是一样，那就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四科，没那么多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把它带回来？哎、欸，我还是我等一下来试验看看呢、啊。就是你们说酒精的那个，喂，啊，它好像越来越惨了。是没有卫生纸。我穿高中的运动裤啦，等一下。没有，就是高中的运动裤很丑，就是不太方便。好巧，你也有一件，真的、哦，那大家都会穿高中的运动裤睡觉。是太丑的问题。感觉等一下要扫一下房间，毕业之后运动会拿来睡觉的。对啊，像。对啊，都是毛毛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就是这样子，大家不用介意，不用太在意，就是因为等一下还是会有毛毛的，是画个眉毛啊。我礼拜天要去剪头发了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演员你都没在意，什么意思？
所以你们都喜欢我脸圆圆，脸圆圆，脸圆圆的、哦。可是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喜欢之前的样子。刷呢，好，就这样，不管，就这样。天哪，我前面真的超级狼狈，很抱歉。今天很好看，今天这样很好看。我一般跳去，你看内心不看外表的，努力不让裤子出现。有没有现在的样子？关瘦脸。你们可以来公演看我，没有位置踩了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再上去啊，再上去啊！你要再用后面那个吗？你说哪个脚踏车吗？哎，没有，公演没你，有我啊！怎么会没有我？我还是有出席啊。可是你，那你们可以看礼拜六的。而且我不知道、欸、我不知道我早上的27号的早上要不要出席、欸、线上只有一场哦、喔，我真假，真假，我以为都有哎、欸，就一天能看我 ，sorry， 有事情。就礼拜天回家，没关系。啊，只有周日有哦，那我错过了转播哎，小难过 ，sad。因为他不是说八月也有线上吗？我八月不会缺席的。开行程吧，我已经跟公司讲了，应该是没有办法了。留名千史的机会。等八月，坐等八月。请问戴毅，猜猜啊，猜猜是谁啊？你们可以猜猜看，就是麻烦了，好想偷笔哦，等一下，嗯，天哪，后面袋子是采购来吗？这是我爸会讲的话、欸、你知道吗？我爸我那天买完这个袋子，他说那个菜篮是什么，什么菜篮，它不是菜篮好吗？它长得很可爱、欸、怎么可以说它是菜篮呢、啊？它是背包啊，不是背包，手提包。超级大直男哎、欸，我真的是。Hello 03，
你看他如此的小巧可爱，长得这么可爱的包包，然后你跟我说他是菜篮，他是侧背包，他也可以手提，就很可爱啊，不觉得吗？然后大家说那个菜篮什么菜篮，他不是菜篮好不好？我喜欢这种的哟。没有要看，我是在日本看到的时候就啊好可爱，买。还好没有到很贵，是便宜的，是商场买的。脚踏车不平，什么脚踏车？那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适合去菜市场被野餐带，它很适合。我看很多同学都带那个，我就哦买一下好了，可以当一个假冲绳人。因为脚踏车不是我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。一起去冲绳自产啊，冲绳自产吗？什么你耳朵怀孕了？不是，那也不算竞速型吗？是哦，结果没有研究，公路车。五年前就想买脚踏车过健康假日生活，五年过去脚踏车还在店内，没有买是不是？讲讲而已。哇，是我们同群里面被当最多的。但我也只比他们多一颗而已，但我想到我要补修的科系都不会是我一个人，我就觉得心里好多了。我就觉得心里好多了，没有，就是可能说哦，我这科被当，然后这科也有另一个朋友被当，就哦还好，然后另一个被当，然后另一个同学被当，我就哦还好，不是只有我，我不用一个人重补修，我就觉得大家都没有，就是被当的科系不太一样，不是科系，科目。自己不污染，没错。那我就开始甩锅，要是我在公园有空可以念书就好了。什么好姐妹的成绩？
体育应该没有被挡吧？没有，我看起来是 低空飞过的部分，就是差点要不及格了。我人生体育分数没有这么低过。比较要好的，没有啊，我刚讲完了，就是有两个女生没有被挡，然后有两个人各一颗啊，我就是他们两个各一颗的那两颗。我去洗一下手。楼上好小，看到你我就放心了。确实，确实，就还好啦，还可以接受的情况，就是没有。我原本预计之最坏的打算是我的体育跟经济学也会被挡，但是我看到这两科没有被挡，我就啊，还好还好这样子。嗯，就还行哦。好像没有还行的部分，背档好像听起来不太 OK， 但就是我觉得已经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了。我还没跟他们讲，我想跟他们今天出去，我等一下回来再讲。我也很开心，跟你说，我那个被当了。他说，你要重修，应该月当奖，我猜。Hello， 夜空 sky， 感觉在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。我去冲绳的时候，我妈在跟我讲，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，我早就跟你讲过，不要去念那个，他讲就会这样讲，不是跟你说你念不来。我跟我家人说我没当，你作弊哦！真的，我们家很开朗，就是哦，对，我们家对什么事情都还蛮开明的，就是生死也是。我妈就一直跟我讲说，我小时候看着她的项链，就是那种可能有钻的之类的。我说，妈妈，你以后死了，这个可以给我吗？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哦，好啊，我死了之后给你。”我们家这就是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会讲这种话，你知道？我小时候讲这种话，但我们家对我爸妈不会避讳这些事情，就他们觉得生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我听到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为什么会讲出这种话的，听起来很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好像在别人家也会被打死。婚姻大事呢，我们没有聊对不对？某种层面上，童言无忌，我妈也回我，我也是觉得蛮好笑的。因为我们家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太就是忌讳，就是觉得说生死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我们昨天我跟我爸妈吃饭，昨天他们就会讲说什么，讲什么，就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生五就是人生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什么之类，所以也会死掉吧，啦啦啦，就讲这些东西，有、哦嗯，听起来蛮正常的。可能其他人会觉得说你们在讲什么东西，但在我们家就是一个还蛮正常的事情。不是吧？应该是讲说，就是。感觉达成一个人生目标吧。你现在讲我自己会命短，都还被你骂吗？真的、喔，我们家好像没有在谈这些，就是说，很自然的事情。手牵手，那你也活了24岁，你那活了4年就是34。27，我48岁刚刚好，我30、30哦，好，35。听说安安家很开明，那下次约会该轮到你了。你什么下次约会？你说玲玲的下一次吗？天哪，我真的是很像带一个小孩子出游，但还好，还行啊，没有真的很像很小孩子。嗯，和同学该先吧？不，可以。什么？是不行？不行还是可以？小。要去其他地方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们就去，我们那天就先去9份嘛，然后就去那个黄金博物馆那边，然后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，所以人家说要闭园了，就我们就也没干嘛。就是我们说我们去喝茶那一帮坐的有点久，都是要丢个垃圾。你们该不会下午才上去吧？没有，我们到了那边的时候已经12点了。嗯，你那时候刚发朋友就想这个点好远，好悠闲，很惬意的行程。我们那边喝茶吧，慢慢喝。对，我们就去喝了茶，然后吃了芋圆。然后拍个照，回家。可是回家的时候已经6点快7点了，对啊，所以就很像对。但我们去的时候，就是路上的人都一直没有，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到忠孝复兴去搭那个巴士，然后我们一下去，然后就个台湾人就说 Q 粉，然后我就啊嗨，我不知道怎么我要回他日文，你知道吧？但我就回他日文，然后就说。啊 ，Kono bus， 然后就什么嘟嘟嘟嘟嘟，他讲哦，嘟嘟嘟嘟嘟嘟，然后就说很慢，然后他就想要推荐我那种直达的那种，可能他是计程车司机吧，然后可能 我看到他翻那个瞬间，我看到好像1000多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啊，我说啊，大家不得死，然后就走掉了，然后到了喝茶的地方，他就也是，他先跟我讲中文，然后讲一讲，他就 English， 他就没有中文，
只是就是一直人家一直在跟我们，假日本人，我觉得很好笑哎，我就不知道在干嘛。就可能我吗？我穿看一下，然后我觉得我把我婉玲拍得很漂亮，她帮我拍的怎么会很像一个老人家拍照的感觉？我穿裙子，看一下，哎，我没有，他没有帮我拍全身哎，啊有，有这种奇怪的影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拍猫咪，这么长，你就要叫他重拍？我有啊，他就说哈，我不会拍照啦，我不会拍照啦，然后就拍出来就长这样子，我就哦，好，我回去再修。里面可以发猫咪的部分。你有说喜欢吃什么吗？没有，反正就还蛮好笑的。没有视角最朋友猫咪的，我看到一片。这个没有声音。那有声音的呢？是我删掉了吗？这个。猫咪，猫咪，然后就，好，好，我看大五是不是就不会，对啊，没有，我们平常如果去的话，我们不会这样出去玩，我们会去咖啡厅。对，我说我跟不是小五的大五。猫咪，我昨天有跟我高中同学回我高中，然后我们就要找班导，就发现班导在上课，然后就班导说：“家过得好吗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”还跟我说：“还好吗？”说：“你现在？”我说：“还有啊，什么？汽车现在看起来比较好了，什么？”然后我跟那个我刚同学对象讲说：“离开这间学校后，气色就好多了呢。”还真的有啊！今天有人献上红玫瑰，因为变胖吧？没有，那我有化妆啊，就很尴尬，就看到他，我的心情就还好了。是你说的哦，我是尬聊怪啊，我又没办法。哦，好胖哦，豆浆，你再胖几点？不是回去都请老师吃饭吗？没有，气色都变好了。没有，我就觉得我穿公演的制服觉得变紧了，然后我就可能真的变胖了，不是可能真的是真的变胖。我有桌上两个猫脚印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现在说你开多少？没有开多少啊，衣服缩水吧。我也觉得是缩水变紧。你看三个礼拜可以努力，三个礼拜吗？还蛮久。我现在很危险的是我的日文检定没救了，没有欧巴确定啊？对啊，成绩出来，衣服都没有肉肉的。好，我也觉得是烘缩水了。今天播到
应该是两点半吧。你们谁是谁的？什么谁是谁？我穿品牌。温布顿衣服是很小件，还好吧？温布顿衣服还好啊，有一点，还蛮压胸的。你那种被那种感觉。品涵太瘦了，没有啊。你怎么穿不上去？温布顿好像也没有，温布顿那时候好像改我的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腰带超级紧的。我骨架看起来很小，我骨架吗？我骨架没有很小，其实还行。我看一下，就我肩膀。我肩膀33吧，33。我穿蓝色很好看，那我应该有没有想要穿黄色？以站位来说，我礼拜天去修头发，我不知道修要多短哎。有，它是分 size。我要跟他讲，我要修我的刘海，帮我把刘海修厚一点，直接短发了吧，直接短发了，我怕你们公演会吓到，我怕我会站不出来，我不要公演了，我不要公演了，好丑好丑，感觉是我已经很短了，这已经很短了，被吓死，那这样吧。7公分，前几天有人问我说我可以剪短发吗？但我嫌我脸圆，最近的话可以啊，就是它会这样子，然后你的额头就会越来越高，它会这样修，旁边抓过来然后剪，然后就变厚。你先睡觉，我长发好看，我也觉得，还是先不要睡觉，就有没有短发？是啊，感觉就小无问的。不是、欸，对，反正我现在应该是没有想要剪短发，等我可能哪天心血来潮的时候再。剪看看好了，现在没有。希望那些场子需要保护。如果深正式生的话，染头发其实感觉我也不会想染，顶多咖啡吧。中式头短发，啊，如果剪坏，这样要丑一年。Coffee， 什么 Coffee？ 可以不要太短吗？没有，我喜欢长发了，长发比较多变，但是他们都说好像短发会剪上瘾，改变的机会看你们有没有才。现在是要脱黑，应该不会吧？蓝黑色，蓝灰色那你那为什么还要染？对不对？都看不出来为什么还要染。在动中，剪坏就接回来。想想短发好像还不错，真的、
我昨天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爸说，嗯，现在已经很习惯了哈。我说，嗯，对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到我们家的地下室要停那个倒车入库的时候，停到后来，我爸说，你的技术还是不行。我说，所以你要给我一台车，这样我常练，我就会更熟悉。我一直在那边熬。你去看一下，嗯，对啊，我的刹车都是这样，喂，呛到。没有，他怎么可能？我妈就会说，嗯，等你自己赚钱去买啊。他是许愿，这油蛮实用的 ，Focus 不错。说到前车，没有，我很想要，我想要接二手车。因为接完二手车可能就是开到一个状况后就可以你换新的车，效果不好了。没有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我其实比较想要现代一点车，就可能会有就换新折五万，是所有的车都适用这个吗？结果他在开车，路上没事，没有，因为现在的车子都会有 Focus 怕上课吧，没有说现在的车好像都会有那个 ACC 吗？但我们家的车好像没有这个功能，我觉得我好像蛮需要那个功能的，希望我妈可以看到我在讲这句话的同的时候。当然是不会啊，我没钱，我要来试验哦。他说怎么用啊？嗯，钢铁 Hello， 那是有半桶没有？哦，我没有研究哎，怎样？粉饼碎掉。先捣碎，不用酒精也可以。先放进塑胶袋，捣碎，变粉状之后再倒回去原本的。先拿一张保鲜膜覆盖住。为了让粉饼恢复原样，去压平，再冰回去，好麻烦哦，好麻烦哦，有点麻烦，我开始犹豫了。这个大小差不多吗？嗯，好像可以哦。那有没有办法直接压回去耶？好问题，我就觉得天哪！你知道我原本在一直很期待暑假到哎，但我真的暑假到了之后，我就会觉得有点无聊，不知道干嘛。喜多为什么变仓鼠了？喜多的仓鼠跟 Mina 有关系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喜多不是这种人。嗯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味道。不知道干嘛，请多开直播，多发文。那我们现在来，喜多本来就是华丽鼠。你有规划？有啊。我有规划，决定直接压回去，不管了。
好像有点东西哦。你不是去要飞吗？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误会呢？你要是仓鼠吧？你说竹轮是仓鼠吗？真假的？还是其实竹轮是 Mina 飞的？其实我不知道竹轮推谁，你忘记暑假是什么了。我觉得我再过几年也不会不知道暑假是什么，听起来有点难过。听说你仓鼠飞跟 OK OK this。那你就是太不了解我了。嗯。要是可以用啊！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！你全都弄出来了。快推，把你推下去，竹轮推我，推到哪里？山下吗？这过期了吧？它没有过期，它不是，它是因为碎掉了，所以它才长这样子。不要觉得它是坏掉了，它只是碎掉了。要推你，让你带上。好哦，好哦，不要掉了，掉粉了，我要掉粉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你？你就在山上待着吧。嘿，这样子吗？这样是可以用啦。而且你看，还有拼色，还有月球。飞到下次就会上山了，他公演以后就会在最后一排。嗯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区区掉粉，不，我现在不能掉粉。M for mountain， 以后你就在 M 排，免东西了。你要确定他会来公演耶？对啊，你会来公演吗？七月公演，但你才会可能机才有机会会上山。你没钱了，你们很需要废料，为什么？众人赛 ，Hello。没压好。你说我这个没压好吗？喜多想帮我压吗？哦不，还是好像没有啊！我一直在浪费卫生纸，我很抱歉。Sorry 世界，我不是故意要消耗卫生纸的，只是那个饼又碎了，好像用手压比较快。你知道这种没有事情做的假日要干嘛吗？打扫房间。
用酒精好像会比较好压。我有酒精吗？我没有用酒精啊。这次都不用猜，非要要在哪场，反正现在你都不需要的。然后组织出征，用喜多该压了吧？我那就好像怪怪的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喊不可以。我有次拿新的一包新的卫生纸，然后就没了。很多房间可以打扫，没关系，我喜欢打扫我自己的房间而已。喜多也是有饼碎掉过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哎、欸。次氯酸根茎油水，这到底可不可以啊？他写说抗菌消，这可以吗？羡慕有很多房间，你但更强的是心碎，不要心碎啦。我跟你说，你投入真心你就输了。是说的很有道理。左心房右心房。不要真心对人，这句好真实。不要太暗暗会受伤。会受伤吗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可能会被我重伤，被我讲的话重伤。I'm sorry。唐老哥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所以我要虚伪的对你吗？没有啦，等一下，我酒精到底在哪？我有酒精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酒精哎、欸。一定要酒精吗？我没有酒精哎、欸。先这样吧，我回台北再用，台北才有酒精的样子。会不会我回去的路上还有被我弄碎了？重来一次。四毛 ，Hello， 算错时差，算错时差，你在哪里？你要虚心假意的推安安，这玩的好慢。你去哪里玩？阿波哈，下个月要准备抢票了。酒精不缺，他在日本哦，我应该会提早。冲绳，他在我去过的地方，真假的？好，好好是吗？哦，好好。我西地本人。好好哦，原来是跑去大阪，家安学坏了，怎么学坏了？可以不要叫我家安吗？哎、欸，我身边真的不认为有叫我家安，只有老师会叫我家安而已。虽然是我大学班导叫我安安，安安。老师好。我公司有八个男人，四男四女，真的、哦、大壮脸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叫的这么？老师竟然叫安，对啊，叫我安安哎，叫的真的好奇怪啊，都浩毅老师，说不定老师有看我直播，老师知道我在做这个、啊。小吉 ，Hello。但不给火锅，没有说是班导，班导叫我安安，他有给我锅，因为我考试有过啊，他怎么可能不给我过呢？老师应该很爱我吧，老师对我蛮好的，应该，有些大学不太常见到班导，所以
对，也没有到很熟。然后对，就这样。你也很爱我欸。是哦。啊，我怎么常常看到什么 hamburger 之类的东西？送张六单给老师，班长好像不知道吧？他应该不知道我在实际上在做什么东西。我也爱你。司马好好玩哦，在日本就别看直播了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我今天是这周第一次播吗？是吗？哦，不是欸，我是已经播过一次了。我已经过到已经忘记了。谁还在那边灌灌？唉，不轻易说爱的，为什么爱太沉重了吗？我也刚刚有仔细看上大和尚非要举什么颜色吗？他举了一个蓝色，一个紫色，但看起来那个蓝色是比较亮眼啦、啊。汉堡还有面吧？对啊。在 JR 上哦，那可以哦。但 JR 的网络偏差，进隧道就没了。在政府看直播也不知道干嘛，那是捕蚊灯，乌美蚊子好多，乌美蚊子是真的很多。暑假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哎，被要举捕蚊灯哦，你好失礼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你就没被盯过？我昨天不是我昨天，我前天，前天去九份，然后就是我一秒感觉有被盯，然后就真的被盯了。紫色是紫外光杀菌灯，谢谢。好的，没有关系。那白色是什么？白色是日光灯吗？到底哪天？看来是约好的。防瘟疫是标配了吧？九份怎么会吃？哎，我们吃那间啊。对啊，我们吃那间啊。我们吃那间没错，在上面的。只有一秒被顶吗？我今天就是有一个感觉，然后我看到他在我手上，我就拍掉，然后后来就这样。我是那个姨呀，那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芋圆，因为我觉得芋圆有味道。我不会讲啊，芋圆有一个，就一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的味道。杨雄 ，Hello， 红色绿色可以买冰的，要穿防蚊帐。芋圆有个漂白水味，我也不喜欢芋头，就我不会讲，就是芋圆有一个漂白水吗？是漂白水吗？我喜欢吃黄色的，黄色的好吃，但我不喜欢吃那个一般的那种芋头色的。那我不喝，你喜欢吃芋圆呢？我不喜欢，我就吃一吃，然后我就把全部给那个，给了。那个谁啊，吴婉玲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后就到这里。Sorry， 黄色不是芋头，黄色不是芋头，可是我喜欢吃黄色的。哦，黄色地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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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化学味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那什么味道，但我就不喜欢紫色的，我不喜欢紫的。零三是芋圆，一二三元带你去，我喜欢吃地瓜的地瓜圆，但我不喜欢芋头的。咖喱雄厚，
可是紫色是周间色，我喜欢。好，好。阿雄，不要乱唱歌，多吃一点。豆浆色，加，丢到加，这是什么？好无聊哦。就我台中好像。我不知道啊，我高中的连我朋友好像只有一个，怎么那么可怜？然后大学的同学好像去打工了，不然就那种有交男朋友，可能会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然后还有感觉是跟家庭一起活动啊。然后我现在在这里，我在干嘛？哇，无聊哦，没有事情做。国中呢？国中的朋友没有再联络了。就是好累好累，想要干嘛？不是啊，鲍米，你还有我，日常再去吃一个，应该才好像会的。哦，对啊，来问问看熊妹要干嘛好了，问她要不要约一下。不行，好料可以跟我妈妈聊天，我把水给她。我不要啊，为什么？还不是你今天早上四点爬不起来，也是。我今天应该要去采芒果的。新野人 ，Hello， 懒得出门。我是不是在家楼下？这听起来有点可怕。我就是那种是好懒得出门，我不要出门，然后也好像不能干嘛，然后就整天没事做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刚说我要干嘛，我应该去运动之类的，然后游泳，但我不想要去运动中心的游泳池。我想去海边，我觉得好可惜哦，真的。逛书店，老人发言，减两公斤，减肥。饭店，去你的，没钱，没钱。你知不知道去？对啊，能立几个？立蛋，立好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看着海边看一整天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冲绳的行程都是跟爸妈一起，然后爸妈就会跟他们的朋友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再见啊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那个啊啊，我到底玩什么？嗨，安安，这谁？听海浪的声音很舒服，确实有心事要讲耶，这颗蛋。你上有下次再去海边吧。那我自己，那我逛自己的。可是我不会，我不会讲日文。我想应该合照，就是没有试一下有假，因为我没有申请国际驾照，上班中。正在偷偷看，辛苦了。国际驾照，那好像要办吗？这边可以帮忙代办。你要申请日文一本哦，一本不用国际驾照哦，哦。那我没有。我来问一下熊妹，问他有没有要回高雄。
你好想出门，还想约我？怎么样？不会传那什么？但想不想出门？那就是要先约好啊。就是感觉大家暑假都很忙，就我一个人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然后现在也好像没有什么练习，然后就一个人这样，也没有事情做哎。我们约627，什么意思？想偷偷约啊？想要有人规划好行程要约我，嗯。暑假后，我还是在家里面，嗯。你要去弄个指甲之类的。啊，好像不能弄指甲耶，我都忘记了。我是需要朋友一起出门吧？对啊，哦，回我了。我好无聊，居然那么快回。我没有，是吗？你 VIP 揪他，我们再揪你。我没有，哦不，啊啊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我什么事都没有吧？跟你有约了，真假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什么时候。其实我很闲欸，天哪！那他们可能有培训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我欸。就我没事情做哦，跟你一起看什么圈直播到半夜。为什么你也很闲哦？约你真的、哦，可是我想要约的是女生，想要约的是女生，然后等下四毛跟喜多还有03年约我约我，我们都蛮闲，找同样很闲的人，那就是无小朋友了。你也很闲，四毛三，因为戴假发，因为我被发现，某种层面上她也是女生。谁？你说废掉吗？你等下出门走啊？我在台中，没有啦。我来问一下无姓小朋友。要再出去玩，我快无聊死了。他会催我，我猜会回我，好啊。3、2、1，你说现在吗？不是，我在台中。我没有预测到他会说的话。
没有预测成功。嗯，你昨天早上才睡，真假的？怎么这样？我还约戒谈啊。我刚才讲说在直播，晚点聊，晚点聊。我讲谁早睡？我啊，我昨天还蛮早睡的、啊。我昨天一点就睡了耶，还蛮早的吧？好，我等一下来打扫房间，但我就有事情可以做了。十一点睡，很早哎、欸。这种东西用完是垃圾桶吗？这不是不能回收啊？这件衣服好可爱，回收啊！它是回收、哦，它是铝罐吗？还是它是搞，就是跟铁罐啊、哦，就是跟那个可乐的那个是一样的。金属罐头、哦、就是那个啊，可乐啊，就是这样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一开罐啊，一开罐啊啊，一开罐，一开罐，一开罐，救命救命，很传神。豪沙好爱，什么东西？蜘蛛人也会。谢谢杰克松支持你。问号问号问号，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我最近不会露齿下来，为什么？好尴尬，怎么了？是因为太远了吗？喂，为啥？最近没办法露齿笑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但就是最近都是微笑。我去洗牙，是这原因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
我才刚洗完牙哎。最近走臭拽路线，对啊，但我平常可以很自然露出笑，对，平常讲话的时候可以，但是你要叫我拍照的时候，那是超暴露取笑。我每次毕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那个也会这个那会这样，啊，怪怪的。我跟平安好像，我们不像啊，我们怎么会像？我那时候来台北的时候，看到他买的东西，他说他送给平安的糖果，我还没送出去，他就说你怎么还没给他？谢谢阿翔送的，就是你，某方面蛮像的。好不舒服，你们也会。那留长一点就很好看，不是眼睛一个鼻子一个，有点像，长得不像。拿麦克风翘小什么？不会啊，这样很奇怪，不觉得吗？这样唱歌超怪的。我还要看到有人拿，就是你知道有人拿麦克风这样拿，超级奇怪。我想说这是什么拿法？就是你不能好好这样拿吗？然后要这样子拿的，还有这样子要怎么唱歌？还有这种的，在干嘛？不能好好拿吗？这个超怪的，都不会觉得这里很卡吗？这种拿法超怪的。可以好好的拿你的麦，好好的唱歌。而且好像有那种抓麦的习惯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抓？好像很多有些成员会这样子，我觉得就是什么意思？阿龟 ，Hello， 你们习惯不同，卡在这里，可能觉得这样不会掉吧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个今天的那个演讲，哦。开始培养自己的风格。那是定型喷雾吗？对啊，不会飞走就好。成为未来后辈模仿的对象，一代传一代。好用吗？但我还是喜欢就是刘海厚一点喷会比较顶。可不可以让我说你不行？零三年暑假都在干嘛？是吗？出国玩的，喜多是也要出国玩，看演唱会。轩逸的话，哦，你是恋爱粉哦！天哪、啊，没干嘛，啊，
我很想知道大家会做什么事情，我可以模仿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但我没有暑假。哦，对。那你们在干嘛？上班。笑笑你在干嘛？你应该在上班吧？最后不要考完试，跟你出国是吗？要累出了。你怎么跟我一样？干嘛偷偷学我？你跟我一样，上班为什么不上班？天哪！请问笑笑怎么这样？那阿雄你在干嘛？上班。可以不然去韩国走，韩国走呀！暑假回归自己想走，然后会一个人走一走，因为约不到人。你说那些情侣看我直播就感觉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、啊。我也是，我没有朋友。你要真的避免哦，避免廉价车站。你要叫支援人，请支援收银。大声可叫助教。天哪，我干嘛？现在我原来就多开吧。可是我多开的话，刚刚那有缘了。你还没看到托比，我，可是我现在穿运动裤啦，等一下啦，我没有看到猫吗？等我一下，好丑！天哪，等一下，我刚露出一脚，等我一一下，你知道他在刚才干嘛吗？他刚躺在一个纸箱上面，但是纸箱里面先堆满了杂物。你怎么会躺在上面睡觉啊？那你在睡？托比怎么来的？我抱上来的。Hello， 你怎么那么这么软啊？对不起，我没有要惹你。耶、yeah ，可以坐好吗？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？你要下车？好，好好玩哦。你看他现在超级可爱，怎么那么乖？你们怎么那么乖？啊？嗯？你在干嘛？他走。
那个什么，你要去哪里？爸爸。偷拉宝贝没有上来，屁股翘这么高，嘿，拜拜。然后拨猫毛，那我现在全身是毛，是不是？我要对你过敏了，阿啾，对我过敏，对啊，都是猫。都是猫，然后猫都过敏，超难听，那已经不能养了。找朋友来家里面，然后整天就是玩游戏，然后就是玩 Switch， 然后就像我跟熊妹那天的行程，就那种就是玩一下啊，好累哦，睡觉，然后醒来，拜拜，这种感觉。友情破坏，玩友情破坏游戏就是要，我想想什么游戏，像那个吧，煮菜那个，那种 free 的嘛，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明天就全家玩好了。那么我明天还在台中，还没有想好要干嘛。我每年的暑假都会讲说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但我每年的暑假都没有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怎么会讲？有啊，不需要考虑钱。感觉学生都这样讲一讲，就毕业了，就什么事没做，看到你就觉得有意义，真的。有，我有跟大学同学安排两天一夜的旅游，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，还没。有嘻嘻的 ，Hello。对啊，就是重点是我现在在七八月，不知道要干嘛。七月感觉蛮忙，但八月就蛮闲。
肯定包动了吧？肯定吗？30天四拍，好像可以。Day one, day two, day three。我也差不多来念吧，打扫一下房间。第十名是超哥，谢谢超哥。第九名是浩逸，谢浩逸。第八名是吉米周，谢吉米周。第七名是 Wilson， 谢 Wilson。第六名是钟莹，谢钟莹。第五名是冰彻玄，谢冰彻玄。第四名是阿雄，谢阿雄。第三名是黑杰克，谢黑杰克。第二名是夜空 sky， 谢夜空 sky。 第一名是小易，谢小易。谢谢大家。你才刚到，要等红包发完吗？考虑一下。还要不用准备5周年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还没有接收到消息啦。回头，回头那个是我吗？什么回头那个是我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右边的，是右边的人，你的另一边的人。下播要整理，对啊，整理房间。听讲要不让我做的事情，但我就是会做这种事情。我回家我都是，对，我基本上回台北家第一件事先拖地。吸地板拖地，对，看不出来吗？我是这种人。等等，林要直播了哦，那他播吧 ，sorry 咯，万林，你们可以听他分享。我们对，我要整理思绪，我是打扫达人，他们都爱干爱干净，爱干净其实，我觉得有点太巧过了，7月3日嗯，对。所以想要来看我的人可以买22号的公演哦。嗯，要赶时间。好，谢谢小易的粉丝团。那大家上班加油，然后学生们暑假快乐。怎么03要来看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没有收到这次公演的行，就是表演行程。就那天有空，那你来看来看8月的。好，谢谢 Blanco 舒菲粉丝团，拜拜。上班快乐，上班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